今天在家陪你一天，你开不开心呀？嗯，开不开心呀，小胖子？哎，不要咬了，凶残！你这样怎么找老公啊？嗯，我准备给你找一个童养夫呢，你这样怎么找呀？嗯，来了怕不是要把人家给咬跑吧？嗯，谁要你啊？嫁得出去吗？嗯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呀。嗯，你已经是2岁半的老姑娘了，虽说你已经咔嚓了，但是还是有追求爱情的权利的。你再咬我，不给你弄。翻个肚皮给他们看看我们的肉肉啊！舒服吗？嗯。哎呀，又哪里惹到你老人家了？嗯，这么凶，还凶吗？嗯，这样是不是很开心？嗯，嘟嘟。嗯，还要我吗？嗯，看我铁手无情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让我们握手言和，握酒言和，好不好？嗯，自己去玩，啪啪啪。